看不出高度啊。爷爷，我一直以为您是最爱我、最了解我的人，但这次我对您太失望了。这些年，我创建弗洛拉，就是想把世上最好的都给他。算了，爷爷对我这么好，看到这个非气疯不可，还是再跟他好好谈谈吧。别跳啊！喂，是保安室吗？哎，你看，有人要跳楼啊！哎，你们别误会，你们快点来呀！我，梯子呢？阿姨，帮我拿个梯子，阿姨。我想聘请你做我孙女的家庭教师。为什么一定是我？因为，我需要一个正直善良的人。来教导明月，他身边的谎言太多了。我知道你当过兵，担任过消防班长，一个经历过生死的人，才能够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个世界，才不会被世俗的权力、金钱和地位所绑架。东海啊，我不是以一个董事长的身份命令你，而是以一个爷爷的名义恳求你。喂，119，这里是弗洛拉集团，有人在天台要跳楼。下去把器械准备好，做好防护措施，快去。好。别跳啊！别跳，很危险。我没有要跳。别出人命了。黄小姐，你这样有点危险，我们下去再说吧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不管你有什么事情想不开，我们先下去再说，好吗？谁想不开了？你以为你是谁？动不动就教训我？好，我现在不教训你，我只是有些事情想要提醒你一下。以前我当消防员的时候，也遇到一个女孩轻生，她也从这样的高度跳了下去，但她没有当场死去，她双腿着地，她的双腿插进了她的腹腔。你跟我说这些干嘛？你吓唬谁啊？我不是吓唬你。我只是告诉你，你跳下去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。就算你没有死的话，你的下半辈子也会在床上度过。就算你不考虑自己，你也想想你的爷爷吧。你想他白发人送黑发人吗？什么白发人送黑发人？你咒谁呀你？我什么时候说我要跳了？我就上来看看风景。我。小姐，董事长他晕倒，送医院去了。